我站在街头表演魔术，是因为我喜欢看到观众的笑容。我发现怎样观众会笑，我发现只要钱变多，观众就会笑。有没有观众有钞票可以借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直接借钞票，观众不想借了，因为他会怕魔术师把钱变不见。这样好了，等一下第一个借我钞票的观众，我把他的钞票一张变两张，而且我把这两张都送给这位观众。既然要一张变两张，有没有人有一张1000元的钞票可以借我？我会还给你。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借我也没关系，只是这尴尬的局面会一直僵持在这里。有吗？你们有人有1000元的钞票可以借我？可以借我吗？我会还你的，不要紧张。对，第一个借我的，我把他一张变两张，两张都送他。哦，先生，非常快。等一下我会把1000元一张变两张，两张都送你，好吗？你看起来笑得很开心。大姐，下一次，对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场，对，这是一张1000元钞票，接下来会在你们眼前一张变两张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如果准备好的话，要给我掌声鼓励，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。嗨，弟弟，你以前有看过近距离魔术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站太远了，要靠近一点。来，你有没有看到白线这里？靠近一点，来，我不会把你们吃掉了。我最近吃素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表演的魔术是要把这张1000元一张变两张。Let's go。在变这个魔术以前呢、啊，我要先感谢一位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士。没有他的话，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表演魔术。这位重要的人士就是这位借我钞票的先生。我们先掌声鼓励，谢谢他，谢谢你借我钞票，大家才有魔术可以看。接下来的魔术需要一点音乐。Let's go。 袖子是可以卷起来的。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.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.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, I'll give it a chance now. Take my hand, stop.1000元钞票，一张变两张。我说过了，我绝对不会把这两张钞票都收到口袋里面，因为我会把这两张钞票都送给我，送给借我钞票的观众。请问刚刚是哪一位观众借我1000元的钞票？现在是你对吧？来跟您拜个晚年，新年快乐。我先帮我拿在手上。对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贪心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。喂，哎，魔术变到这边，妹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发现她衣服里面的东西？那衣服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好奇怪哦。有啊，那是什么？